后面也不是头一届听，家家就把因当作是告白火车，这边入来，这边飞出去。你嘛唔免惊讲哦，有人会来刁难我，还是讲有人会来破坏婚礼，谁也敢来乱，阿姊绝对让伊好看。有你这个阿姊在，我什么人唔惊。小声一点啊，你让邻居不知道有没有屋里头在杀猪啊？我无想变咧爱被叫母啊！你朋友真正把他当作司机，这傲你知无？哎呀，要求啦哦，我真正听到袂话啦。阿伯啊，你忍着点，这药酒要用力推开，淤青才会早点退。我嘛就是为恁的。要不，真正要听，拜托，有三张纸，你较紧了。你看一下有没有好一点？明明是狗熊，硬要成英雄，明知打不过你硬要打，看到仇人还不跑，你这叫做自不量力，自寻死路。哦，恁当作恁爸是跳过有多强了？我是为了我的查某囝呢。我才正要问你，不是说好今天要离开，怎么搞成这样？就是啊，那还好我兄弟见义勇为啊，救你一命，不然你被那个高老板抓到，他一定会用你的性命威胁你女儿。你说你女儿这个婚还结不结得成啊？我就是惊那死老狗，跳过伊哦，去找伊查某囝麻烦啦，哦，害伊无爱度结婚。所以啊，我才徛在遐哦，凊彩和伊拍，和伊哦出一口气啦。那无，认真讲起来，我若出手哦，迄几个啊，唔是我的对手啦。哼，唉，这是一个做老爸的心情。啊，恁两个罗汉脚，我看是我都了解啦。吹，你再吹吧你。你女儿有你这种惹是生非的老爸，我真的很同情她。而且就怕你自己送上门，那高老板还是不解气，反倒为你女儿惹出更大的麻烦。好了，算了，你也别想太多，我们走一步算一步。你先好好养伤，快把这药酒喝了吧。又怎么了？我熊了，他的自己。哎，卖笨啊！你吹我！你。阿伯，别安尼，阿伯叮当啦，就
久的。好啊，妹啊！哎呦，啊妹啦，妹我袂叮当，爱水都爱靠有耐心的。我就开开哦。好啊，你当就行。志尚，当然嘛是你啊。安总，为了情绪忍不出来哈。这嘴唇这么红，嘴皮都歪到安尼，目睭这是啥啦？这叫做眼影，安尼会当让你的目睭较大蕊，而且嘛较有精神啊。真正是真卡爽。看来足奇怪，我要去洗掉。那有啥物奇怪啦？啊，造型娘本来就爱化妆啊，而且哦，就是爱画到安尼妖娇美丽，安尼唔才有喜气。我跟你讲哦，明仔哦，我一定会替你画一个上水的新娘妆。我看卖咧，看到有爱保险，够爱保险。嗯，免啦，啊，就红叽叽啊，哎，较红起来啦。有人来啊，我去开门。唔免，我来开就好啊，你点得济？嗯。玉琴，你哪来？你要坐啦？还坐啦？我的，想讲来这送一个结婚礼物要给陆生啦。哦，玉琴。哦，李叶斌。哦，你看啦，你嘛惊着啊？你搁讲好看？那是因为恁两个拢是真卡怂啊。哦，恁两个嘛较拜托的好不？人喺外国咧拍电影的女明星，拢嘛是安尼话啊。目睭大大蕊，嘴唇红叽叽，要叫伊阁骂人，你唔才算是美女。我话要去拍电影，是安怎比啊？哪会用个比？我有讲过，要让你做咱这边上水的新娘啊！你嘛讲一句公道话，陆生安尼话敢无好看？足水的啦，是我常常看袂习惯。你莫欺负人性地好，别安讲歹听话。来啊，玉琴，坐坐。阿妹，这里当做嘉宾，我请你顶。免啦，我来做嘉宾哈。免啦，免麻烦啦，我连你都爱走啊。哦。陆生，要送你啦，结婚礼物。哇，足水的呢，你看，弯腰，相相对对，这你家己做的啊？所以我一点我心愿，希望你莫去遐，祝福你甲你翁婿白头偕老。多谢你啦，你利用足侪时间的吼，我真欢喜。有合你的心愿就好啊，我会紧来转啊，厝里囡仔会顾。哦。你安怎？来，请坐哩，我来倒一杯烧水哈。你先休困一下啦。来，先啉一杯烧滚水，这里面我有加红糖，对查甫人的身体较好。多谢。是不是破病啊？我带你去找医生。唔免啦。我看。应该是有心啊，有心啊，恭喜耶！几个月啊？其实这个代志我厝内面人阁唔知影，请恁两个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为虾米啊？我听讲查某人有心，妹妹甲阿姐在咧注意的，应该互恁厝的人知影，才会当好好甲你照顾。囡仔投胎出世哦，原本是一件好代志。啊！不过厝内面若是饲袂起，加生一个，就加烦恼啊。你是不是不爱这个囡仔？
即马你拢知影，那咧我就直接跟你讲，明仔日喜酒我都去领啊，较免咱两个人喜冲喜。我先来走。哎，等我一下。你会感觉头晕，这就表示讲你可能有贫血。这包红糖哦，你早着去，逐天泡一杯来啉。你无想要让你厝内边的人烦恼，啊，至少嘛要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免啦，我店面有咧卖。问题是，你敢会敢开这个钱哈？客气啦。我看你身体这礼拜一定每天都在做粗重的工作，都没在休息吼。咱查某人为着家庭、为着亲人付出，这是应该的。要不你也要学会晓对家己较好一点啊！别连饮一杯红糖水你都不敢。若是家己把身体打歹去哦，到时是无人陪阮，知影无？对啦，后面就亲像咱的大姐同款，你也听伊的，好好照顾家己。明珠，先把身体顾好，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哈。无我无路用啊，无才调考就高考啊，无我害你甲阿母失望，讲什么让恁过好日子，结果什么拢无。厝内面这款情形，这个时阵若阁来一个囡仔，真正会袂堪哩。就算我会当顺利甲政府讨到赔偿金，也毋过安尼也是无够应付生活。是妈妈对不起你，无法度让你过好日子。希望你后世人会当投胎去一个好的家庭，大富大贵，无烦无恼，唔免逐天为着生活咧走走。是的，请你原谅妈妈的自私。那是你。想想对对，会记得你。阿丽文，那是你。我才想要问，那是你。啊！这么大台铁马骑过，你无看到？啊！你哪会让走出来？哪会拢无老火？哪一点代志拢无？啊！人安怎无？我不要紧啊！啊！你呢？哪会遐晚搁咧骑车？你搁敢问我？啊！当然是因为你啊！你早人这么晚出来，足危险的呢！你唔知厝内人真烦恼。我去送陆生的结婚礼物啦。我甲你讲几啊遍啊，迄种人莫搁有任何往来，你唔听听咧，啊讲的佫妄信妄信，你是伫想啥？迄红糖拢真破，免捡啦，厝内佫有啊。啊，唔过。免有啊，唔过啊，行，咱来等。行，免看，行，免看，来，起来，坐好。
小金，好了，你若无代志就好啊。啊，会记的呢，以后家己走路较细腻的啦，唔通去戆神戆神，知无？我知。你听嘛吼，我泡茶给你啉啊。免啦，你连两包母好无？我要跟人讲代志啦。你要替人买是无？我要请人吃的啦。啊，咱需要人的支持，总是要意思意思一下啊。我知影你有答应娶家，要斗三家千春的代志。要唔过你也无领什么薪水，敢讲连婚都要踏落去哦？我会做这个代志，嘛是为着咱杨家的未来啊。恁查某人啥物都唔捌啊，伫个边仔看就好啊。啊，你好啊，过厝，啊，千万唔通拍拍走嘞。查某人遮尔外出门真危险啦。我知。水某的啊，今仔咱咧办喜事，啊尽量加讲一寡好话，较免恁只阿母生气，知无啦？知啦，我煞免看世面。嘉欣啊，啊恁遐糖仔有诶无是串好未啦？啊串好，拢串好啊啦。哎呦，食甜甜，生命生后生，食甜豆啊，阿阿婆食甲老老老。哎，即句下阮阿阿婆用。哎呀，我安尼吼，食甜甜吼，明年通个生后生。啊，食甜豆，阮阿阿婆吼，好甲老。哎呦，好在好啊。啊对啦，啊明明啊人客来时阵吼，即土豆啊糖啊吼，加分一寡给人客，加捌一寡串大喜气。哦，会啦会啦吼，会啦。啊对啦。我拜这拜做甚的生日，恁两个有算好无？今仔日恁小弟娶媳妇呢，恁做爷叔的甚物都无斗三工，啊，嘛小可用一点仔心呢啊！阿浩啊，哎，哈哈哈！来来来，我包好你，今仔日哦爱麻烦你。多谢老娘娘看前顾哦！哎呦，汤仔啦！哎呦，啦！这应该啦。虽然吼，恁家好哦，甲阮查某孙无缘啊，但是哦，伊今仔日娶一个好媳妇哦，我嘛替伊足欢喜的哦。嘿，阿妈，阿姨咧，我要看新娘。好好好好好，稍等下。哎呦，啊恁阿孙啊，啊啥比恁家好较急啦！啊，若认真算起来吼，嘉禾的新妇吼，算起来吼是应妃啊，斗介绍的呢。应婚呐，姻缘天注定啦。那安尼算起来哦，应妃是老爸甲后辈大媒人呢。那安尼你这包红包是不是应该要分应妃一半？哎，时间到啊！敢招包好势无？啊，都要包个有头有尾啊！新郎新娘在扎身贵族，飞机山腰哈，包好势。安怎啊？你二头个前妻叔足缘投的哦。那缘投还佫嘴笑目笑的。高兄，今日你要娶新娘，你足欢喜的吼。你讲的，啊你娶某的时阵哦，家去体会啊。啊，这嘛要看我这个虾饲了安怎啊？那这批吼收成好，我绝对请大家啉啤酒。我二头家亲身甲你饲虾啊，搁会交娶某某。啊，我嘛是希望会当愈紧愈好啦。我底卡吼时到，咱先啉家兄囝仔的满月酒，对吧？苏华那的腹肚敢是几啊个月啊？啊，那会拢无看到光啊？哦，
啊，咱唔是讲第一梯较够唱多啦。好、哦，对对，够唱多，够唱多。啊，不过吼，搁较安怎讲，迄巴肚嘛爱较多。啊，大兄啊，啊，我敢唔是有甲你讲，叫你带恁某吼去做检查，是无起心啦。当然有，当然有，嘿。啊，是去找倒一个散步。这巴肚的代志吼是真重要呢，莫凊彩找人呢。啊，无啦，迄恁无熟悉啦，诶，我是带阿官啊吼去看迄高雄市的迄个骨伤科呢，迄人是专门的迄个叫诊所，诶，做恁放心啦。诶，啊，迄个吼，诶，刚食一包有头有尾啊，啊，互阮带甲安尼起鸡块，啊，啊，好，啊，赶紧嘞，时间连我，来，赶紧出来。好，赶紧，赶紧，耽误就结事呢。大兄啊，放炮啊啦！好来好来，我来我来我来。爹，给你放炮啊！吼，哎呦喂啊！来哦，英伟啊，听安客哈。好嘛，安好哦。啊！原来要过好介个人。就是这种幸福的感觉。老师，老师，来来来，徐桂桂，吃蚵仔，会当大巴肚。吃鱼哦，子孙人中状元。吃甜豆。叔叔，叔叔，你吹伤紧啊！哎呦，你是在做啥啦？哦，迄绿色的妆我像拄家画好的呢。啊，这白雪甲我改啊，伊讲吃袂当拜祖先，上至少爱煮只甜汤给绿色吃，讲寡好听话，家己就好啊。啊，你是安怎较早捧入来？哦，啊，拄只我换衫了吼，互家己的水惊着，我就家己一来。你真正是三百个有春啊！以后袂用安尼常常看恁两个搭嘴讲，我一定会做无聊的。你即马嫁人啊，你都爱专心哦，牵翁嫁囝，哪有时间咧无聊？就是啊，无聊，都留予我这寂寞的小女。你即马是咧笑翁是？嗯，啊无你拢袂笑，啊你想要做个大男人？我感觉送你这个头彩的人就是合你的。做这个头彩的人，嘛就是合你。好啊啦，卖牵拖对我这来。先，既然你叫我一声大姐，那安尼我这个做大姐有一挂话，想要甲这个要出嫁的小妹讲。我唔是要教你安怎对付你的大家哦，因为伊会老，你会大，迄大家媳妇的问题哦，你唔是会得过啊？啊，不过上重要的就是爱甲红西心抓掉。想想对对，会记得你。啊，不过上重要的就是爱甲红西心抓掉的。心？哈哈！啊，不过迄个臭家伙根本就无心吗？你是咧讲啥？我的意思是讲，伊的心拢伫绿生的心上。吼、哦。姐呀、啊，你莫骂呢，一直拍一直甲我看。啊，老三是你小妹，我就不是哦。好啦，你先掂掂啊。我甲你讲哦，即马当得少，心当然是伫你遮。啊，不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上重要的就是爱护查甫人，家己的心一世人拢交乎你，安尼唔才会用的。以我这么多年来对付查甫人的经验。想要甲查甫人落个手头，除了顾伊位，上厉害绝招就是先呢。我袂用诶，这我上搞。这有什么困难？我改。你就安尼。啊，棒棒诶，你真骨蛮耐哦。你这是做生意，不是师奶。啊，无你就搞，无你来啊。老公，你回来啊！啊，你干咪足忝的，需要抓铃无？还是我来替你捞小水？啊，
哎呦，老公，你看，这真正足重的，我拢搬袂顶当，你来给我倒包好无？紧的呐，老师，试看卖啊。我袂用的啦，这根本就不是我啊，家伙会惊着啦。你是不是啊？迄查甫人哦，上介意就是需要人保护的查甫人。你还会晓挖苦你家己的翁婿啊？我上惊的就是哦，你什么代志拢抢要做。嫁人是要嫁好命的，不是要愈嫁愈歹命。我希望我的小妹哦，是嫁过去享福的。我知，你免烦恼啦。啊，搁有哦，查某人哦，伫个灶卡就是爱熬煮食，啊，对翁婿出去就爱装好水水，予翁婿面子。啊，若是伫个眠床顶哦，你就爱。哎呦，莫安尼啦，我系歹势啦，都要嫁啦，还是你歹势啥？阿姊甲你讲，这拢是为着你好诶。好啦，我知啦。阿姊，你知影我话干啥哩无？从细汉。我阿母就过身啊，我阿爸即嘛嘛毋知走去倒位。我爸爸怨叹天公伯哪会对我这么无公平。后来我才发现，伊其实对我袂歹呢。伊伫我啥物拢无的时阵，甲你家家好，娶来我的身躯边。今仔日若是无你，我真正毋知安怎。其实是我来感谢你，感谢你超过已经今仔日结婚，予我有代志做。啊，若无，我真正毋知我会做出啥物戆代志。我即个为苦家付出上多的人。厝内面咧办喜事，我煞予人嫌垃圾。哦，你过来啊！我毋是讲过，你袂当安尼看轻你家己。今仔日好日子，你嘛安尼。我知。好，我阁讲一句。阿姊希望你会当过了幸福，过了甲你的命同款。快乐，跟他幸福。无人会当甲你斗相共的时阵吼，你就爱靠你家己。啊，不过唔通袂记哦，我是你的后头厝，你有阿姊头靠。起来，新娘欢喜出大厅，这拜祖先。哎，娘婆，我这无祖先，唔免拜啦。无哦。嗯。啊，这门新娘穿好啊未？新娘穿好啊，拢穿好啊。好，来你我。稍等一下，今仔日喜事呢，哪有可能喊你简单来互你过关？敢唔免有淡薄啊表示啊？有啦，来。一包给你。啊，不
过哦，意思香香对对，百年富贵啊！好啦，搁一包你。好啦，今日甲你个钟宝宝诶，你敢知影你怎么有够歹？哎，稍等嘞，搁有最后一关，你爱伫十秒钟内讲出阮独生的十个优点，你才会当娶某。简单，我三秒钟就当讲完啦。独生伫我心目中无任何缺点。等下，我冇话要讲。好，这包给你。我唔是要爱这，啊，不过有嘛袂歹。歹听话，我先打正经哦。老师是我才嫁出去的，我家就是伊后头厝。你若是无尽着做翁婿的责任，好好保护伊，疼惜伊，那你的下场。唔免我讲，你应该真清楚哦。你放心，我一定好好保护伊，照顾伊。爸爸，老师，你也当出来哦。哦。为我面对命运的终点，一世人你甲我无有所后世人搁再做翁仔婆，我会乎你一个幸福的家，为你坚强做你的太阳，不管头前的路艰苦，我会永远永远为你抓风披雨，我会予你一个幸福的家，你的幸福予我来守护。对天就算我上愿予你吃苦，相信天总会光亲手你的笑容。你今日真足水的。多谢你愿意嫁我，我会用我所有的爱去疼惜你、保护你，我会把你的手永远牵牢牢。这时到，新郎新娘上车。车门开开，予恁金银财宝归大堆，代代出状元，年年起大厝。你听我话，你有听到无？迄放炮的声，无。你听错了。那是我在做礼物的声音。哎呀，不是啊，放炮的声啦！哎，你听我麦，听我麦啊！有你的头！哎呀，阿扁，你别闹了！你真的以为在我们这里可以听到那好远好远好远的地方你女儿婚礼的礼炮声吗？那除非是蔡家的人疯了，花很多很多的钱买大炮直接来轰！你别胡思乱想，还有啊！不要影响我做礼物送给阿勉小姐。阿伯啊，别管什么鞭炮声了，你只要知道你女儿幸福就好了。自己身体也要过，是谁昨夜喊了整晚疼啊？没有啊，我无想要啉啊啦。我这身体啊，还是等伊家己好啦。杨红，你这药啊，我惊我身体啊，袂堪命。你就算不为了自己，也为了王小姐吧。好好照顾身体，别再让她担心了。赶紧喝了，别想太多。我相信婚礼会顺顺利利的。我就是要让你知影，敢有我高明无民主啊！你就免少想，要有什么好日子通过啦。
出去办几件代志啊。哎，你要去哪？你能有什么事啊？你就是找借口想去偷窥你女儿的婚礼吗？为什么答应别人的事情总是做不到？我真想要做到狗啊！哎，不过昨你嘛看到啊，那死老狗啊，根本就无可能放下心算嘛。敢讲你感觉伊今仔日袂去找麻烦吗？哎，你不要再说了，最麻烦的就是你啊。就算高老板今天真的去找麻烦，你也不方便出现在那。我相信蔡老板会自行处理的。吼，就不是你的查某囝啊！你讲起来当然简单啊。我问你啦，就是因为阮阿仙啊，伊惹到这款麻烦啊，敢讲娶家的人都无人会讲话吗？哎，阿斌，哎，不是，大门哥啊，惹麻烦的不是你女儿，是你啊，门哥。丢，拢是我，拢是我。哎，对，当然是你啊，不然是谁？拢是我，所以啊，我绝对袂当花心啊，阿袂离门吼，就惹因大家啦，因为兄嫂无欢喜。哪日以后你自己要安怎过啦？啊，所以啊，我就去捉进迄死老狗。喂，你别闹了，拜托你啦，我去好不？哎，干嘛了？先起来，哎呀，哦，我跟你讲，我就伫门口口等。我绝对袂入去，我伫迄边啊啦，若看到迄死老狗，我甲拖到边啊去。我袂让阮查某囝知影，我即马这是我会当做的代志。就算讲阮查某囝无要认我啦，因为伊去牵报纸，甲我断绝关系，也不过伊还是我的查某囝啦。脱离关系。等一下哦，新娘车的门打开，就准备拜轿啊，知无？哦，你较定着的啦。就是呢，遐遐算安那干嘛啦？落去涂骹哦，确定阿妈来甲你讲尻川啊，知无啦？啊！嘿，点炮，紧嘞！水母的呀，有一挂话吼，肯定是无来得好，唔通讲出来啦。来，你坐车，紧，我先你坐车，紧。刚刚弟弟大吉大利。哎，冲开，冲啥啦？你爱用水母的，是阿弟啊？去吃早餐，看到无人知影，我一个人坐伫边仔流目屎。我一直在想，我这做老爸到底是爱我笨手，我尔精神。我一个好好这么友好的查某囝，伊决定要甲我断绝关系。阿伯，这
这个王小姐也太冲动了吧？怎么样也不能跟自己的爸爸断绝关系嘛。我没怪，是我让伊太过失望啊，是我唔对。想也知道是你不对。阿贝，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先别去蔡家附近比较好。哦，我卖去，我是真。好，我卖去，归去我直接来找你死老狗。哎呦，你，我的雄雄放袂去啊！那个死老狗有针头伫我手的呢，我来甲补一寡代志，让伊无闲。你都无时间找阿仙的麻烦啊！哎，你别吹了吧，真的有什么张桃？那你怎么会被人家打成这么惨啊？真是的啦，那死老狗在招数有救啦！哎，阿贝，你可别为了想出去就乱说话，要是外面听到，你可会没命的。哎，我无乱讲啦，我可知影，伊有酒啊，藏在倒一个仓库。我来个放火，把仓库烧掉，伊都无在掉你摇摆啊嘛！好像有可能哦。那时候我们兄弟俩跑船回来，在船上我们看到了一箱洋酒啊，就在船上的。来，这是证物，这是我爷爷仓库偷的，就是他了。我们在船上看到的就是他。但如果这样，也没必要放火弄脏自己的手吧？啊，是不要拿走，报警抓人。嗯，林队，林队。头家有吃饱无？饱。我是咧想讲哦，咱是毋是应该去食只喜酒？喜酒？哇！可以食些鸡翅蛋吼，顺便做一挂活动啦。哈，对。还是讲哦，咱安尼请安尼去食喜酒，敢有适合吧？我是感觉头家请安尼想吃饱啦，啊，后面煮要创啊啦。哦，啊无。咱穿规身拢黑的啦，啊无规身拢白，好不好？你是谁？啊？你即摆是在甲穿卡，即有站嘛是在甲我拍几岁啊？啊？我若是穿规身黑的出去，哦，啊厝边头尾看到水问我讲，啊你倒是不是在摆丧事啦 ？OK， 歹势，我唔是这个意思啦。镜头娘，啊，是讲头家啊，啊咱已经带路家送去啊，啊今仔要送什么礼物较好？今晚哦，要送什么礼物去哦？较趣味啊！啊，我想到，啊无吼，咱甲蔡家伙的老丈人带伊做礼数，我相信蔡家人看到一定足惊喜的。好赞哦！但是吼，甲迄个死变身啊吼，送去蔡家，我才看伊那本领哦，办得成啊，办袂成啦，行。好，是。啥？啊？大林啊，安奈遮尔罕行啊？你就是高明本人吗？是啦。啊，大林，奈啥物方甲你找来阮家呀？啊，你两个徛遮做嘛？进去泡茶啊！是，等者。我大林，来，食薰啦，食薰。外国薰？我大林，奈这外国薰也无声啊！啊，这是阮亲戚住在南洋啦，啊，倒来探亲哦，专工送给我的啦。亲家上来，招数当追哦。啊，无啦，大人啊，我来正正当当生理人咧，我哪有可能招数啊？有人建议你招数，我到分到我到手。快点！你到底哪？快！快！老爷，大人啊，我做爹，大人不要打击啊，大人啊，大人啊。
来，小参将的话事，小参将的啦。我跟你讲啦，你还要帮我走哦，我保证以后你就别再做警察这么辛苦了啦。你今嘛是要搞后生吗？安尼怪够卡久哦。啊，无你这么想怎啦？啊，无证无据，你是凭啥了我啦？当然嘛是已经派人给你参考出来证据，这两个人来，扣起来，行。好。蔡家祖先在上，今仔日是蔡家的子孙蔡家豪甲伊边仔王罗生的大喜日子，伊即马娶着新妇王罗生，跪伫祖先的面头前，祈求祖先会当保庇咱蔡家五福临门，子孙万代，家豪万事兴。请两位新人起来，我先向我。一拜天地，拜新郎新娘，徛好只，才会得人听。即马请两位新人我过来。二拜古董，拜。两姓合婚，百家千孙。即马请两位面对面。夫妻对拜，拜。双双对对，万年富贵。礼成。多谢多谢。阮哪会搞来输啊？阮袂到恁这太多查某来插嘴啦！罗生的大哥哪会请出来顾家啦？对不起，我白痴。哎，谁中邪了？是我不对啊，我大笨蛋了。一定是因为那场意外，伊那只无去。你出去啦！我一世人，拢无可能原谅你啦。吹美丽，顺情回味。